振兴，唔知个几个家已经无法变什么款了。这个资产本来是平均分配有四个囡仔，现在丽君这么偏心，这么糊涂，会让振兴一人霸占去。啊，不过我相信大姐不是这么大细心的人诶。咱卖讲治病啦，你看小倩、少伟拢是伊囡仔，啊，伊上重视的就是家族的和谐。啊，即摆后厝拢完全予伊一人占去啊，迄一定引起不满，啊，佮有一定的冤家啊。我相信大姐无想要看到这种代志发生才对啊。你讲的嘛有理啦，我想丽君应该袂趁我破病的时阵。我骂我做这个代志，是讲，当有一件代志，我唔知我应该讲无。落花，咱是一家伙啊，有啥物无好讲的？无啦，但我是怀疑这几年，唔然你的祖上个权利。叫振兴收掉，真有可能连大姊也叫振兴研究落来。真正有这款代志？因为我听佳佳咧讲，大姊甲伊个妇孺会会长位去让予伊啊。哎，你想看卖啊？妇孺会是大姊苦心经营几落年的一个社交舞台，迄内面有足侪足侪资源，够人脉。好啦，准讲你要交予新妇，你嘛应该是交予乙方，无应该是佳佳才对的。不行！啊！哦！李一波，你干啥跑我？你刚才我就要大天大明，我是公家小奶奶，我拍比对我好啦。什么小奶奶？什么良心人啊？我跟你讲，对我来讲，你永远是一个计较小三啦。李一波，你我最后一次警告你。你即摆想我是怎样？要若无你，就讲一届，我拍一届。我从来都无想过要害妈，我是恁狗爹，你是咧创啥？你个爹咧！我无你一种良心，叫狗不给不生狗叫，你给，你给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手，你的手，我看你的手还掂偌久啊？啊！你又不跑去，你哥哥伊只会死啦！你们真会死啦！啊！我伫地下室，若不是我刚好一时讲话，我早就无命。到底是你当啥物啊？我感觉根本就不知影，你妈是安怎会让人关起地下室啊？你搁敢辩解哦？奇怪，顶面你不是娶爸，人家娶妈你敢有揣着？我讲我根本就不知影，叫什么地下室啊？你敢有这骨骼？是阮两个干爸关起你啥事哈？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一切拢是高俊选择的，但是干爸关伫个一种个地下室内面，妈妈袂因为外口落大雨，水走入去地下室，把伊插伫只个嘛，就淹死伫内面了。俊兴。阁当处长来做这种代志，这无可能啊！我讲是真实，我才骂遐尔天性高俊生，替伊讲话，想袂到煞饲出一只龙来。今嘛这只不好，无天良的精神，煞反过头来咬伊一嘴。罗一定，我骂伊听的，你慢慢的发烧。而且，我阁是阮的状况，暂时无遮尔紧的清醒过来。安尼对啊，顺生，为什么要甲你讲，你妈妈无遮尔紧的清醒过来？啊，你即摆表现，那一副无要无紧的模样啊！你是讲去倒位去？我是替阮妈欢喜，伊会当方向发个平安无代志，安尼为什么唔对？敢敢遮尔简单？也不过我听点声呢，你老实跟我讲，你为什么要把你妈妈关起来？你要害伊自生自灭了？
件讲过，你什么拢不是，咱只是找不到。哦，就算讲咱两个是亲婚人啊，任何人看到你安尼对待你爸妈，拢会责备你的。别人会用的，只有你袂用的，因为我所谓不行，都是由你造成的，就因为你。我生活才过到遐尼痛苦，我感觉佮别个人无相人过袂相开。主席，好啊，无佮讲甚物，你咪弥补我迄种戆话啊！